Hello， 哥哥们好，我是这一档接档的主播，我叫月月，欢迎各位哥哥们来到993，看跳舞就来993，传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主播的关注，对，我是南昌的。然后呢，我们左上角五星午休嗨翻天的预约，哥哥们可以勾一勾。然后手机用户的话是点击我们左上方头像边上的黄色桃心就可以关注到我了。想做场控的可以私聊我们麦序上的五号麦的黄马。然后呢，我们今天准备了三支舞蹈，哥们可以挑一挑舞蹈。对，我是南昌的。第一个是444，第二个是摩托摇，第三个是水云间。哥们选一下舞蹈吧。三，怎么这么多选二的？好统一哦。三、二、一，好，那就先跳摩托摇吧。感谢谢谢 Fuck 送的礼物啊，谢谢 Fuck 哥哥。第一支舞给你们跳完了，然后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主播的关注，谢谢。然后呢，我们五星午休嗨翻天的预约，哥哥们也记得预约一下。喜欢主播的点点我们麦序上主播的关注，然后想做场控的私聊我们麦序上的黄马，谢谢。对，还有两支舞蹈，还有两支舞蹈的时间，哥哥们再选选第二支舞吧。第二个摩托摇跳完了，选一和三。
一和三，一三一三，走你！哇，恭喜天幕哥哥！雪云间，雪云间是只古典舞，好，给你们跳一支古典。让我喘口气啊，哥哥们喜欢主播的点点主播的关注，怎么跟昨天一样？对呀，因为我感觉我把所有的舞蹈都跳了个遍，就重复跳了。所以说，古代呀，牛仔裤没有。跟你们说说话，然后再跳舞。然后呢，喜欢主播的点点主播的关注啊，开始给你们跳第二支舞蹈。
还有最后一支舞蹈，最后一支舞蹈是444啊，然后我喘口气，哥们喜欢月月可以点点月月的直播室通知。袋子掉了，你们发现了好仔细啊。对，我刚刚跳着跳着袋子掉了，然后呢最后一支舞蹈了。对，古典舞是有一点点累的。好啦，最后一支四十岁带给你们，最后一支舞蹈啦。喜欢月月的可以点点月月的直播时通知，我点点月月的关注，点关注不迷路哦，感谢哥哥啊。나를 느낄 수 있어 내가 널